好吃吗？好吃。真的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完小仙了，在回去的沿路上，我们就是去看看走走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就是往礁溪的地方走，然后本来到餐厅大概是19-20分钟吧。那我们就大概绕海线这样过去看看。我们刚刚去吃的那个山海咖啡厅，然后我们是临时要去的，所以就打电话问他们下面有位置，他们好像现在就是可以打电话定位这样。但他是吃比较是那种鱼的，就是北厅，但是它以很新鲜的鱼著称。这一页是肉类，然后这个是鱼类，忘了叫什么鲷鱼的，超好吃。我觉得它真是超，它的好吃是真的很鲜甜的那一种，然后它直接盐烤就可以吃到它很原本的那个味道，我超喜欢的。告诉你们，上呢他最喜欢这样，就是例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，有没有他最著名的，就像这一家，他最著名就是他的鱼，他就会点别的，他就会点肉。我是蛮喜欢吃鲫鱼的啦，只是因为我们在国外待太久，那个整条鱼看到鱼头，看到鱼头就有点痘痘。我们走下面的步道吧。我就打。这个也太清澈了吧！超清澈的。它其实路不会很难，但是它就是真的有一种在山谷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又有渔港，然后这边又一望无际的海，就是有山又有海又好走的地方。对渔港一无所知，哎，在你后面啊，还是就是一个渔港。这里前是什么小教室？海洋科技博物馆。汗流超多的，超热，很累。这边这样就绕回来了。这拍下去真的是很像你在森林里，有没有？Here comes the moon, held by